来了，欢迎回来《幻想三国志》。那今天看到我们封面就知道我们主角是谁了。对，没有错，就是我们的陆逊哥。今天的话要愉快的来打一场架。那打架之前呢，我们要先把我们队伍的第四位无火者给搞出来。那就是我们的陆逊。在上一次的时候，因为他跟曹仁两个人互抽，那没有想到先抽到曹仁，所以就曹仁先上无火。那这一次的话，我们就要把陆逊搞到无火。那陆逊哥无火的话其实还不错，他的无火的话最主要是斩那个怒气只会比较快一点，所以打怒攻的效益会比较高，然后放红莲夜火一样有一些灼烧啦，然后还有一些抑制人家降疗的一个效果，很不错。我反正他跟周瑜对于我们火队来说都是必要的角色啦，只是先养后养的差别而已。啊，吕蒙的话建议的话就不需要了，吕蒙真的是比较容易 CP 值比较低啦，那个优先度比较差一点，陆逊自己一个单人就蛮好用的。好，那我们今天会来打架。那其他部分的话还在提升中。那本来是想说看阵法八卦阵冲到第三阶，然后展示一下我们八卦阵三阶的能力。那没有办法，因为那个这个石头真的是不好整，这个石头很难弄。那目前的话有三颗，下一次的话把八卦阵弄到三星之后，差不多就可以来搞一下封死阵。因为最主要封死阵其实它是增加所有伤害的一个结果。其实它这个所有伤害的结果应该好像之前看那个公式表嘛，增伤或者是防无视防御的话，基本上也都吃，因为它是所有结果的一个增伤效果，很不错。所以封死阵，反正那个八卦阵点到差不多的话，封死阵就来点一下就好了。好，那我们今天就来愉快的抽卡啊，抽卡。然后目前127张啊，我们这个东西应该是最后冲一波曹丕的时间的。那曹丕还要再等到12月8号啊，再等一下我就可以 all in 了。那啊，这个晚点抽啊，这个一样七抽，这个东西很珍贵的。来抽一下，没什么心理负担的，直接保底啊，保底。孙策、策哥跟陆逊啊，应该如果歪到策哥就很尴尬了。来吧，直接保底抽，走。哎呀，保底抽那就直接出发吧。哎呀，是不是再来一发啊？没有，好，陆逊哥有了。哎呀，是不是？哎呦，还有随机的，等一下也来用一下。来一发，来两发啊？没有，好啦，至少今天确保我们陆逊哥会出来。那陆逊哥出来的话，我们这个保底的话，那就给策哥好了，因为我们策哥还是学，因为下那个曹丕不能用嘛。三抽啊，保底是策哥。来啊，黄忠啊，只要不要神钻石什么都好，拜托大哥大哥，不要神钻石什么都好，看真的是神钻石，我怕死这个神钻石。策哥有，那好啦，降魂算是可接受的。那友情抽一般是不抱什么希望啊，但是如果有出货的话倒是还是不错的。反正这个多出来的碎片都可以去那个列钻啊，可以列钻加一些属性。然后今天来抽一下策哥的专武啊，刚好两次五抽啊，这个非常的珍贵。反正到下一次的换武的那个几率还蛮低的，上一次38抽到真的是超级爽哦。这个东西的话，一张是500换新嘛，50保底就是25000哦，真他奶奶的学。那如果你想要比较保值的话啦，策哥的换武是比较不保值啦，因为策哥到时候换掉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如果你要比较保值的话，曹操跟貂蝉啊这两只是比较保值的。打骑车啦，打架啦，他们两个都是那个百搭，这两只在骑车一定是必放的啦，所以你心术高有换武的话都不错，因为他们都有加一些异常状态命中啊。骑车很吃这种异常状态命中，只要中了的话，让别人的那个什么 debuff 效果多啦，或者是像貂蝉的一些魅惑的效果，很多时候其实骑车打分数打得高齁，其实拼的就是这个运气了。那你有多这个10%的话，你的分数就会高一点。那我个人骑车是还好，就是有打有奖励就可以了。来吧，策哥。我敲，哇，空大，感觉什么一堆垃圾。再来，我敲45，来个换哦，这什么东西？我靠，要普通的，吓我一跳。干，橙色换武应该不算保底哦。哎，好啦，至少有一个橙色换武啦，至少有个橙色换武，我们还可以开一下专武的部分。好啦 ，OK 啦，没啦，抽完啦。那再来远征抽，我最讨厌这个抽了啊！这个抽永远抽不到什么好货，我真的是怕死。我真的很好奇，他这个几率是写真的假的？那个3%真的，我感觉神钻石几率加起来应该是超过90%吧。来了，一发入魂三蛋黄，如此猖狂，你敢信？曹丕来三只啊！我拜你为师，发来本体哦。哦，三只本体，我拜你为师啊！三只本体啊，还有啊，一只还有，没乱讲话。哦，干这个词，
比曹丕几率词高很多欸，干，曹丕几率词是假的吧？这个才是曹丕几率词吧？欸，那个官方要不要改一下？那个 pick up 是不是写错了？这我感觉罗兰远征，我在这个词抽到两个本体，然后在这个词我从来没有抽过本体，有啦，保底就是两个啦，鸟爆了！哎呀，这个词很有搞头的呀！哎呀，真的是还是要下一点祭品，然后才会中啊！下次我就说喊四蛋黄三 game 这样子。冰魂啊，果然啊，抽到本体之后，整个运势就那个。下次抽到五蛋黄啊，直接三友，直接三账号，看他会不会直接给我出五本体，然后直接三账号。来一只，啊，等爱真的是我受够你们这两只，真是烂透了。OK 啦，那我们就把陆逊给搞一搞。今天我们的主角啊，对，还有一个哈，这个随机 SS 还不知道谁，我很怕是假老，我抽这个东西三次有两次都是假老。哎呦，吕林奇啊，没用。如果是在刚开服的时候，倒是挺有用的。那哎呦，差个25个随便给你啊，剩下省吃俭用一下。好嘞 ，OK 啦，那我们就来升官发财。来了啊，五个觉醒石，跪死你爸妈！走。哦，不错不错啊，血量攻击增加很多，然后还有属性值。哇 ，OK 的呀，快速提升啊！目前我们的队伍来说，四支五火了。那彻哥再慢慢升，那布列斯到时候会换那个曹丕嘛？那他的那个心术到时候拔掉就可以曹丕了。好，那我再整理一下，等我们去打架了。搞定。那我们目前的话，4138万啊，卢勋哥也五火了。那其他部分的话，随缘。下次的话，就看看我们曹丕至少一定是超过五星啊！天哪，我曹丕五星真的是有够划水的。之前花我最多钱的曹丕啊，那个打架的时候真的是有够混啊，都是我们司马懿跟周瑜在做事情。好，来吧。那好，来看一下这一场啊，一样我们的曹操父子配吕布父女啊，双 couple 的组合，然后搭配上貂蝉跟甄姬，这种组合越来越常见了。不管是吕布父女来转队的，还是三辅队来转，现在很容易就变成这样子。那两个来说的话还不错，两个输出，然后两个上提 buff 啊，非常的无耻，有看到非常的无耻。战力他跟我差不多，我4100，他4300，差大概200。哇塞，不是吧？什么乱七八糟？我头上又一堆那个红字。哎，曹操那叫真的，哇！我的鬼神曹子叫死。哎，没关系啊，上了。啊，吕布站桩两回合啊，只要你把我的鬼神曹子叫干掉，来看我们的陆逊哥，破天一剑戳，红莲业火烧，哦，其实还蛮痛的哦，而且还降疗。来吸司马懿啊！司马懿没输，我们就没输。熊猫大炮轰，怒气值下降，红莲业火还没上，哎呦，还好没上到。哇，布列斯奶一口，彻哥要死了。哇塞，我怎么感觉对面越打血越多？哎，中了，刷塞，我的周瑜。哇，射日弓，大家一起乱飙。哇，全倒，彻哥哦，彻哥打死吕布，自己死掉了。哇，扇子好痛，吸一口。哎呦，站桩！哎，他晕眩了。哦呦，哇，有赢有赢有赢！哇，很危险。好，来，我们来看一场脏水队的表演啊，够脏啊，这个真的是够脏，战力够差不多，好像高我一点的样子吧。然后刘备、曹操、曹丕啊，三只够脏，然后司马懿当主攻，然后最鸡歪的是那个左慈。左慈其实很多人不看好，但其实五火的左慈真的很强，会复活，然后会上一些 debuff 啊，跟那个张水队其实也蛮搭的。然后他又配了一个那个华佗，所以可以看到左边啊全部都是红字，然后右边啊全部都是蓝字。我的天哪，这种打法真的痛苦啊！哎，死了！哦，刘备这么软啊！哇，我的大都督啊，你好歹放个招再死嘛！我操！来，熊猫大炮轰！啊，他曹丕快死了啊！曹丕心术一定也不高。我跟你说，大家很困扰啊。曹丕心术不高，真的是一场大概只放一次招吧，大概就可以去死了。哎，死了！哇塞，我感觉他是不是没有？他少了一个盾哦，他应该是盾符改的吧？因为他中间这个是换成曹操，他应该是把曹仁拉掉了。他前期应该是盾符对，然后来改的。
哎呦，全火屋还活着。哎呀，还行嘛 ，OK 的呀，破天一剑戳，还是靠司马一个人吃饭是不是？比司马从没输过啊！魅惑中，十日攻，干我，我该不爱输吧？很尴尬呢。我干，我好像要输嘞！干，真假的？我六打一输了。哦，这是什么怪异司马啊？干，我还想说妥赢的咧，哇，我六只在场上莫名其妙稀里糊涂就光了。哇，他的司马懿有这么猛？欸，我司马懿输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哇，哦，他治愈还是因为是手顺的问题？那个怒气刚好那个神兵可以弄。干，我赢了，这样变输了。哦，这个够帅。好，来看一下这一场啊，这一场很有趣的一场，因为这个呢，说他盾火也不是，说他不是盾火嘛，该有的都有，只是少了一支盾。然后他转了郭嘉，所以我刚刚想来看一下这一场他的郭嘉跟火队的一个搭配看起来如何，而且还有曹丕哦，他感觉是曹仁，如果换成其他的哈，换成彻哥的话，那就是标准的火毒队。我有吸啊，大家一起吸，然后我还中火毒，而且我的火上不太去。烧曹丕，你看啊，他的曹丕心术也不高啊，因为他打起来跟我差不多，他曹丕感觉心术跟我比我还低。拉血条，我还拉得起来。哦，曹丕心术不高哈，真的够划水的。来大火球之术，哦哟，彻哥猛啊！来小鹿干掉一只。比翼终于没死，十日弓死一只，吸啊，搞定。好 ，OK， 再来。好，来看一下这一场啊，这一场的话战力跟我差不多。然后重点是啊，我现在只要看到太史慈跟那种后排的穿后排的，我都很想玩那个看他们是怎么打的。来，最后一场，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孙尚香、夏侯渊跟太史慈。要准备打我，战力差不多哦。没货没中啊，然后，哦呦，哦呦，哎呦我的路，哦我的大嘟嘟，哇夏侯渊，没货，哎中了，哇塞，这就是打穿后的牌。人家说 PVP 到后期真的，我们很怕穿后，后排穿完啊我们就搞要死了，但是他们自己比我们更软，你看他的，哦算死了。十破天一剑戳十，反正大家后排一起死，我们就是比司马的强度了。哇塞，来拉血量，比司马没输过啊！除了刚刚那一场被人家一穿六之外，冲刺上盾，小鹿弓十，然后上火没中，吸射日弓穿，猜咪咪，侧哥没死哦，啊赢了。哇 ，OK 啦，这个感觉他穿后没有像刚刚那么恐怖哦。全服第一夏侯渊，哎，我真的要来收集一下。我现在收集了全服第一黄忠，打赢；全服第一马超，打赢啊！这只是全服第一夏侯渊，哇，不错不错。我现在那个快凑齐了，快凑齐了。我每个凑齐每一只全服第一的角色，然后哇，我们两个打的哦，没有2418跟2148，哇，两个差这么近。那他主角的话伤害是比我强一点的，其他的话他感觉后排的那个伤害没出来，但还是因为我们太强了，我们有撑住他们第一波的攻击啊，其实也没有啦，我周瑜跟陆逊也是马上死掉了。好了 ,OK 啦，我觉得打这种穿后齁真的蛮刺激的，反正我打他一样把后排打掉，他打我一样打掉，剩下就是看司马的强度。好 ,OK, 大概是这样给大家做个参考，目前第九赛季才刚开始。那再升一下，下次的话，看看我们的周那个曹丕啦，下次12月8号的时候，曹丕升完之后，我们再试试看啊，我们上火了，曹丕强不强 ？OK， 那就来支持一下，我是轩老，感谢收看，下次有人再见。